台全部都收回去，只剩下有电的就好了。注意安全，不要碰撞哦！好，防少爷超越。好，红色小红要超越哦，小红加油！小红这一组的，上次又追的蛮紧。我们的小红，小红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，加油！接棒。超跑，注意安全，不要碰撞。风扇，加油！风扇，大家加油！我们的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加油！六位加油，六位加油，小黑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好，大家感觉有偏心，不行。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请记得把配信还给同学哈。好，看起来还有大字小的统一就领先。接下来是蓝色，前面的紧接带货。据说现在的宝生是叫嘉文，大嘉文加油！好，小绿要超越小蓝了，注意。小绿加油，小蓝加油，九零七刚刚超过了，现在六，哎呦超越了，小蓝超越了，中间三分，非常非常好的，我们的小蓝，小蓝慢慢追上小粉红了，加油加油，迈开小步，一起向前吧。精彩精彩，我四个摇很紧哦，我们的小黑其实也跑得非常的快，他们的距离慢慢的拉近，来了，摇得很紧哦，刷了一个闪神就被追过去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小黑加油，小黑超越，小黑超越，小红宝你加油，小粉红跟小蓝又拉出去了，小蓝跟小绿中间距离，好，小红打一下哦，有了鞋子的吊篮接力跑，展现了运动家的精神，很好，好，小蓝小蓝超越接力跑，接力跑接力跑接力跑，加油继续尝试，很好，展现运动家精神。
哇，厉害啊！九年级果然不一样，展现了学长的风范。好，很好，小红，掌声鼓励，完成比赛。好了。主任说要请所有同学吃棒棒糖。快去围住他，快点围住他，在那个紫色那一区块。